在台灣，總統蔡英文正式宣誓成為首位的女總統。蔡英文朝早9時之前已經到達台北總統府，馬英九和吳敦義在門口迎接，眾人之後就去到三樓經國廳的大禮堂，現場就起國歌。蔡英文和陳建仁分別出任正副總統進行宣誓，之後蔡英文就接受代表總統權力的國家之玺。佢將會喺儀式之後出席總統府外面舉行嘅總統就職慶祝大會，並且會發表長大約30分鐘嘅演說。於謹以誓詞向全國人民宣示，於必遵守憲法，盡忠職務，增進人民福利，保衛國家，無負國民付託，如違誓言，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。谨示宣誓人蔡英文。